柴已撑过265斤，算去所罚50斤，上超15斤。你们俩真的准的？缺了斤两，我找你的训证吧。若不信，请你自己动手称了。嗯，放这儿，放到。30担水，一滴也不能少。你们看看，这是多少滴呀、啊？霍府的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，这就怪不得我不客气了。今晚的斋饭就免了，你们几个过来过来。从今往后，尼姑们吃饭，你们给我看着，剩下的饭全都给我倒到锅里，一粒米也不能剩。听到没有？是，听见了。哎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了，走吧。客官，他来了。二舅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二位客官，这就我二舅。哎，有什么话你们就问他啊。您打听的事儿啊，我才刚想起来。十多天前夜里，齐军师带着几十个人，抬着一台大轿出了城，是不是给王氏接亲？我就不知道了。老人家，那您是否看见他们回来呢？只听说呀，这齐军师最近常出入城门，可那些带着锣鼓的兵啊，没见着回来。我得走。告辞了，店主。哎，二位，走啊！快来，快来！看来中计了，我们得赶快去找。这大海捞针到哪儿去找？我们先照尹伯所说，到白雀寺烧香求签，然后速回大香山商议，众人分头去找。哎，买报纸，买报纸。你好，走。走嘞哟。那好啊。哎，刘客官，来来来。我们先把兵器放这儿。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来进香的。进香？你瞎了眼呐？没见着我们这儿把着呢。白雀寺不准任何人出入。快走吧。是不是寺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叫你滚就滚。尹哥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妙善肯定在白雀寺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有几个士兵我认出来了，就是这些人把妙善接走的。一个眼角下有黑痣，一个九槽鼻，错不了，好几个都面熟。看来他们根本没把妙善接到宫里去，而是关在了白雀寺里。得设法赶紧把妙善救出来呀、等到天黑的时候，我悄悄地溜进寺里，等探听清楚了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好吧，天黑再想办法吧。走。妙善，你这个弟妹好受吗？我要是你呀，就有两条道可走，一条嘛，
嫁给霍公子，既保住了公主的身份，又得到个驸马，荣华富贵终身有靠。另外一条道嘛，就像你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早早的了结了自己。上吊的绳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告诉你，今天啊，再加五百斤，屁不完啊，饭也不想吃，饭也不想吃。师傅，来呀！师傅，趁着没人，快吃吧。他们日夜赶上，你怎么弄出来的？他们每天把剩下的饭倒进了沟里，我在沟里放了几块石头，水流走了，米饭全沉在了石边，我就捞出来，用清水冲干净了。真难为你了，真是太危险，让他们发现了，皮肉又得受苦。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干了啊！那怎么能行？一连三天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干这么重的活，铁人也熬不过去的。我和师太还没想出帮你逃出去的办法，那我们就只好坚持了。这捞米的法子是师太想出来的。好几个尼姑掩祸干的，寺内的师徒都很关心你，只是苦于他们人多又势众，想不出法子。你放心好了，牛山一念引荐，何为匹夫之苦？心中有佛，无所畏惧。我每日这样干，几乎是屈从于他们。也是把这苦役看作修身养性之道，在苦难中磨练自己，一见我已悟，修炼成佛，不应成为修道本意。世间不公不平之事太多，贪官污吏欺压百姓，巧取豪夺，恶人歹徒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歹，被世间善良之人带来太多苦难。我欲修成正果，救苦救难于天下人，就先要有为天下人受苦的勇气。我先进去。那边看看，哥。还是晚上真是人呐！啥呀？这玩意儿黑手不见五指。你听到那声音了吗？哎，我听到第五个吗？是我听说附近他有一只坟船。怎么的？啊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！是啊，什么动静这是？你瞧瞧去！这鬼还是伴儿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谁呀？
这两个人呢？这跑哪儿去了？走走走走。别动，我是关清风。我是关清风啊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走后，我和张氏兄弟随后就赶来了，到城里四处打探他的消息，但是觉得白雀寺最可疑。那我们进去吧。等等，听听关林的消息再说。哎，你家动作那么慢，磨磨蹭蹭的，都二更天了，找这么个批板的批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我们给吩咐了，按手慢一点，就给你一鞭子。就是，别提提精神呢，快点！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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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老师，快替我走。你是谁啊？尹哥正在寺外等你。关林，快随我来。谁呀？哥，是我。真是个馋猫。这是个大半夜的，跑寺庙里找老娘寻欢。新纳的小妾又玩腻了，快进来吧。行了。哎，今晚上咱们可没这闲心。丞相有密令，有什么令？天亮再说嘛。老娘整天在这里独身给你卖命，也该陪陪我吧，犒劳犒劳。等等，我问你啊，苗山他睡在哪个屋啊？你也打上他的主意了。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他到底在哪屋？告诉我贝利姐，今天晚上他就别想睡了。五百斤湿柴，怕是到天亮一劈不完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能让他不睡觉？今天不睡觉的是我们，而不是他。哎，不是你和霍丞相让我想办法逼死他们吗？天天挑三十担水，二百五十斤柴，一日半餐饭都逼不死他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只能夜里在折腾他呗。哎呀，丞相之夜不能再拖了，以防夜长梦多。哎，他不自寻死路，那咱们给他找啊，杀了他。哎，怎么能杀呢？万一太后和大王咬人怎么办？这死那也得有个说法呀。行了，你快快说吧，早点了结了。老娘嘛也好早点回相府舒服去了。哎，烧死他，就说他点火自焚烧寺庙，死有余辜，死有余辜，这样也就没人敢问了嘛。啊，来来来，穿上衣服，那就上吧，快点。你还犹豫什么？后墙有绳子，保你逃得出去。外面那十几个兵，我和尹哥足能对付了。快走吧，现在不能逃出去。我若今夜失踪，霍家定会想到是你们救的。再看看这几个伤了的人，他们一定会饶不过你们的。这几条狗还没有死，我只是点了他们的穴道，等拖到了屋里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就醒过来了。我是怕他们追进大香山，山里人必遭杀身之祸，为我上天爹娘和乡亲苗山岂不成了罪人了？他宁愿战死在大香山，也不愿意看着你一个人在此让他们逼死。好妹妹，他们奈何不得我，你快和尹哥回去，叫爹娘乡亲们放心，我自会想出万全之策脱身的。师父，你快走吧，这儿有我应付。龙女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
你一个人在此受苦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本来想熬过他们几个睡着了再来帮你的，现在他们都睡了，师父快走吧，机不可失。他是谁？他是龙女，我们是患难之交。龙女，你帮忙把这几条狗拖到屋里去，我叫尹哥来劝他，走吧，快。关丽，太危险了，你待会问候尹哥吧，我主意已定，不要再劝我了。那怎么行？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。怎么办？我去说服妙善，他不走，硬拖也得把他拖走。你们速去速回，我们在外面接应。走。师父，走好，你看来人了，你把他们引开。快点，马呀！哎呀，来，我们假装干活。哦，好。快点，快点，来，来，放这儿。好啊，龙女，你到底是宰相派来的监工呢，还是他的帮工啊？你们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，一天劈五百斤，你自己来试试嘛。好，劈不完啊就别劈了，赶紧睡觉去吧，老娘今日可怜可怜你们。走。哎呀，叫你们睡啊你们还不睡，那就休怪老娘无情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龙女，你这么舍不得他，今晚你就陪陪他吧。救命啊！
乡亲们都来了，快来吧！听说妙善回来了，可不是？哎呀，你好！来来来来，快快坐坐坐！来来，哎呀，妙善，妙善，乡亲们来看你了，哎呀，好热闹！妙善，谢谢你呀！谢谢谢谢，看到你，大家就光荣了。谢谢，我也日夜想念大家。妙善，这次可不走了吧？啊，是的。那女姑娘是谁呀？哎，龙女，龙儿，她叫龙女。这些日子就是她照顾我的。哦，乡亲们别客气，妙善是我的师傅，我愿终身跟随师傅修行，服侍师傅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跟他学，准有出息。你这个徒弟呀，算当对了。哎，站，闪开！妙善姐，哎呀，善财，妙善姐，我好想你啊。善财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你都收徒弟了，为什么不收我？这以后我也叫你师傅，跟你一辈子，伺候你一辈子。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论时间，我应该在前面，他在后面。那没办法，谁让我先拜的师呢？你还没拜呢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快快快起来！你收不收我当徒弟？你都喊师傅了，我怎能不收？师傅，来，快起来，快快请起。小淘气呀！你瞧这孩子。那就先这样禀报太后，说妙善是在妖法。杀害守兵，然后烧庙自焚。太子注意王宫动向，看看大王王后的反应。我要确信妙善真的死了。报！不不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上什么？快说！启禀大王王后，三公主在白雀寺烧死自焚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公主在白雀寺烧死自焚了。快回娘娘，娘娘。大王，宫外白雀寺主持玄真求见，他来报丧了。玄真要向大王禀告白雀寺真情，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哎，世太有请。世太有请。凭你没有保护好三公主，请大王恕罪。快把实情告诉本王。三公主虔诚念佛，绝不会放火烧寺。三公主视死于非命啊！请大王追查罪魁祸首，为三公主伸冤。谁会害公主？凭你没有确凿证据。但三公主自从进寺以后，霍福就派人严加看守，不准公主走出云房后院。后又逼三公主做苦役，受尽非人折磨。凭你几番劝三公主逃脱，三公主担心殃及贫民不肯。霍福管家几番想逼死公主。公主势不低头，三公主怎会放火烧寺自焚呢？凭你一世祸福所为，你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？霍府持有太后遗旨，重兵把守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。凭你无
无法脱身呢？对不起你呀、啊，父王窝囊啊，窝囊！我还算什么大王？我不配做人君，不配做人父。不配做人父啊！大王，你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去，赶快把变国舅和两位公主请来。我的眼睛真的很狠呢，妙善，你怎么受得了我？当初这全怪娘听信了他们的鬼话，害得你落入了他们的圈套。娘，不要这样讲，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？有一失必有一得，这次在白雀寺，玄真真菜给了我十卷真经。一回磨难换得佛家真言，受到启悟，终身受益。娘，你说这是祸还是福啊？这人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就什么也别说了啊。咱们家又添了龙女一口，真是人丁兴旺啊。今后啊，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啊！看病、采药、打猎、种田，咱们这一家八口啊，谁也不要再离开大江山啊！龙女和善财哪里去了？哦，他们给张大伯送药去了。爹，女儿有件事想和您商议。哦，说吧。此番遭遇，女儿悟到天下人心不古，现我已获真经，想在大香山寻一修身境地，修行悟道，以求大彻大悟，超凡脱俗，立志普救天下芸芸众生。也好，免得万一霍家查出来，妙善没有走不测，就要暗算。哎呀，那可得小心点，还是躲一躲的好。哎，你完了，躲，大可不必。别说有佛祖保佑，又有净瓶在手，咱们不怕。光是咱们大香山几千条汉，也不能再让他们动妙善一根汗毛。若是为了修身悟道，则可考虑。妙善，你究竟是为了躲，还是为了悟道？爹最了解女儿，妙善从不妄语。要说悟道，我倒知道一个好地方。在哪儿？爹，你快说。南山紫竹林，那地方叠翠不清。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。据说林中的关云洞有十几丈高，是一个打坐的好地方。就是山高路远，不过也好，这样不会有人去。
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带龙女善财去关云洞。小心点，这边路挺。阿弥陀佛，真是是我生阳性之地。还是别紧啊，以后我们不会常来，全靠你自己。啊，善财啊，哎，啊，你怕不怕苦啊？不怕。好，范大哥，你得回吧。好，要是这深山老林的，就你们三个人可要当心啊。嗯，我们走了。估摸着粮食吃差不多了，我就让尹哥给你送过来一个。好。你放心吧。嗯，我这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什么是仙界？听丁虚讲，天余中凡一切觉悟者，参西居之净土。就是仙界，受难众生所居之境，就在凡界。师傅，在白雀寺，我看见经书上讲三界是怎么回事啊？每一位佛在天宇中都有自己的净土世界，各在自己的净土世界教化的众生。三界在东方琉璃净土世界，佛祖如来佛就在此。佛祖能使众生离苦得乐，解脱众生病痛苦难，都率天净土世界，则是弥勒佛所在。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，将继承如来佛祖担起救世责任。还有一界，则是极乐净土世界，乃阿弥陀佛，也称无量寿佛。你们常听出家佛徒念诵阿弥陀佛法号，便是起心动念求生极乐世界，以脱六道轮回，懂吗？师父，什么是六道轮回啊？人的肉身死了，但他的灵魂是不会灭的。灵魂凭借自己生前行为的善恶，大自然自会安排他新生命的存在形态和命运。有的上天成了神仙，有的在转世做人，有的成阿修罗，作恶多端。孽根更为深重的，只能变成牲畜、恶鬼。再甚者，则要下到地狱受苦刑，煎熬了。求生极乐世界，能免脱这六道，永在仙界，再无生死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们来此修身悟道，就是从起心动念处着手，专精一念，发菩提心，定能结成佛果。龙女、善财，你们拜我为师，结成化缘。我们必须在此终身立志苦修行，牢记六根清净，终身苦纳修炼，诵经念佛，直到三会红开，六能清正，修成正果为止。是师父。
命的。大王，天天喝着苦药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十天了，已经十天了，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快去穿御衣来。父王，别着急，慢慢会好，慢慢会好的。是啊。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去陪你们母后？母后已经病情好多了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们不要骗我，你们母后就是想念三公主种下的病根儿。如今三公主已死，她的病怎么会好呢？只有你们当女儿的陪在她身边，或许能减轻她的一点痛苦。快去，快去！是父王。武大雄、孔蒙在不在？父王，儿臣在。你们俩身为驸马，一文一武，文韬武略。我双目失明，不能料理国政，你们两个人该多为我分担国家大事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你们两个人中间能有一个人继承王位，操持国政。父王失明只是一时病急，慢慢便可治愈。父王，有病需慢慢调养，急不得。你们一个个就会说慢慢的，不着急。你们懂不懂？我不能一日无菌。我躺在床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奏折批不了，又不能早朝，再慢，国家还不得乱了？现在，霍宇手握大权，官居丞相，对王位虎视眈眈。现在居然还蒙骗太后，害死三公主，说不定哪天还要对我下手，夺我妙庄江山，我能不急吗？大王言之有理，国务王子，你们俩都是驸马，王室安危靠你们。孔蒙应带大王处理政事，大雄应率御林军护卫王室。你们就照国舅的吩咐去办吧。遵旨。臣叩见大王。大王，你身为御医却如此庸才，你配的药方大王已服十日，为何毫不见效啊？微臣如实禀奏，大王突发急症，乃因肝机已沉固，再加上急火攻心所致，怕是无药可医。庸医建议张榜招募天下方士奇人，进宫施法诊治。天哪，我活着不能没有眼睛。你们这些受着王室俸禄的御医都治不好我的病，那些山野方士又能有什么办法？都退下，快退下去！臣不能罪该万死。大王，奇症必有奇人能治，大王不妨招榜广招天下奇人高手，来试一试。那你就去办吧。遵旨。
哎，这是天天呀！哎，赵王寻医寻地治病，治病给我。哎，丞相，这庙庄双目失明，不能流泪过世，这可是丞相施展大业的好机会呀！老夫也想趁机动手，只是庙庄启用蒙武大雄二人，蒙比庙庄精明，不能小视。武大雄乃当今武状元，过去闲置宫中无职，现在他手中有了兵马大权，有一群罗宾统帅援军，不能太轻视他们啊！哎，丞相不必多虑嘅。这两个人虽然一文一武，如果能够同心协力合为一人，就可以同丞相争雄啊！点知这两个人同为皇室的驸马，都是恃才自傲，而其中继皇位的只能是一个。你想，这心能是一心，这力能合成一力吗？这个，有道理。不过老夫尚未看出啊。哎，这人呐，不到有希望的时候，方能安分守己。一旦到了一定的位置，这人心就会变噶啦。说得对。必须先除掉妙善，就除了最大的障碍。老夫有法术在身，何虑这两毛孩子？我这就调动人马，准备动手。手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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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答应我的事还没有办，怎么等不及你想就再做大王了吗？不想惊动先师，还望先师多多指教啊！告诉你们，那妙善根本没有死，他现在还活在人间，他目前正在大香山紫竹林关云洞修道。妙善明明明明明被大火烧死了，蠢材！如若不信，看看你自己睇呀。看到了，那童女是南海龙王敖广王的公主，那男童乃是藏王第十四太子，他们都是受佛门使命转世凡间的。使命？是的，一旦修成正果。你同我都无葬身之地呀！到那时，你还能哪些大王啊？只有趁妙善未成正果之时，干掉他！我这里还有半步天术，可以移山倒海、撒豆成兵、腾云驾雾，法术尽在其中。能否取胜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天师，进！妙善。你通五界十善，四摄六合，深入化境，眼见色受想行识语，而言心通，真闻已能出身。你原本天界莲花池的慈航大士，已修行万年。此番发宏愿，普救天下苍生降生人间，经历风雨坎坷，体验尘埃罪恶，
义务邪恶根源，受苦受难，修行成佛。此行已尽大功告成，只待再做两件扬善惩恶功德，便可成就正果。现送你八字真言和一条柳枝与你，此宝物解救苦难，扬善边恶，有招引富贵，去降饥苦，去赶妖魔之灵。待杨柳枝在净瓶生根之日，便是你正果成佛之日。切记，未成正果之前，不可轻易使用宝物，否则将前功尽弃。龙女善财，关姐姐，关姐姐，文公，李公，哎，来抓，你们来了，来，我来拿，哎，给我。尹哥，关林，妙善，洞中食物未尽，怎么又送来了？爹娘他们不放心，天天催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呀。来，慢点，妙善。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你先过去吧。还没洗这里过。说吧。有件事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有什么事还瞒着我？我怕你分心。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你。宫里的大王娘娘听说你被火烧死。大王双目失明了，娘娘也疯了。真的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大伙商议不告诉你，怕扰乱你的心。现朝廷到处张贴皇榜，找四海方士，谁也没能治好。我想还是告诉你这个消息，毕竟他们是亲生父母，他们病成这样，说明对你有情。你知道了，或许能有办法呢。尹哥告诉的对，我应该去救他们，普救众生为我责任。况且是报上帝之恩。你不能亲自去，我的意思是你出发，我带你去。不，我一定亲自去。那不行，如碰到霍雨他们，不是自投罗网。我应该去，纵有千难万险，我也要去。妙善，妙善。